那是在干嘛？嗯，好了好了，你在干嘛？我刚去拿我的杯面，杯面，回来，怎么的杯面？没有啊，奈斯刚刚冲出去了。想当先锋战士？那行，先靠墙壁啊。好，节操也来了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哦，终于可以吃鬼爆炸菇了，吃菇，吃菇，观音，还是红的观音。熟悉的吃菇最对味，打字。我是挡他的火啊！天啊！挡住了，我感觉好像是哎、欸，会撞哦！哇，好烫，哇，好烫，哇，好烫的呀！他嘴巴有火，段尾，段尾，就是先去段尾先。没有啊，我们，哎、欸，差不多了、欸。我们爆头是要靠爆桶。哦，可是刚刚上一场也是先不破四再段尾，我们三个人打头竟然打出一个牌，好的。哦。那是奇面猫吗？不是。啊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德特尔，不是猫咪，是猫咪，是不会干事的猫咪，只会吹喇叭，吹，我看到，是不是？加油、啊、各位，继续扑，你们的血怎么在扣？哦，有啦，说会扑，那 nice 跑哪去了啦？补不到啊！他切地图，他切地图，这也是一招啦，还行啊。相信补师，相信自己的实力。啊，他相信。我在那个方向，我今天往那个方向跑。好，不然我就会跑到爆炸中心了。暴风圈。啊，我知道刚为什么了，刚后面有墙壁啦，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手把跟那个键盘不一样。哦，有可能我不会用键盘，就我们用键盘就就反方向就按另外方向啊，啊有时候你画面可能在那个位置。哦，对，手把比较好拉，键盘我就不知道了。合理。对，直接替自己找借口。啊，说明是真的是这样，我不会用键盘，我不知道。我说真的是那个按键的问题，按键它。看，我要捡石头还不够捡。有撞墙。没石头。哎呦呦，看到了。我来。来，我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帮你，你来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看好你了。多硬啊！还没爆啊！你都快死了哎、欸！你都快死，你的脚还不爆？
我装破坏王呢？我都为了你换回武士装了呢。他没有快死哎、欸，兄弟。哇，那还好。他到了，猫不是，他是下降了。他们血真的好厚、哦。星辰忍者，欢迎你，感谢你。下吗？冲啊！哪一颗啊？突然找不到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好像有点。有。好好好，精算。厉害厉害。哎，破了破了破了！耶！你也别想离开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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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叮叮，你怎么不？真的浪费了。我打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的一场下去。我真的没有时机啊！叔叔没，叔叔没。你撞吗？不能撞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直接滑。可以啊。可以撞吗？那边撞不撞吗？那个可以啊。哦，好，那你们撞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撞不了啦，可以上去敲他头。不然交给杰超，杰超上次撞成功不是吗？要撞还是要龙级？龙吧，你们先龙，你们先龙。杰超，好了吗？我说，一、二、三，没。哇！我才要摆 pose 的，来不及，果然。哦，好热。刚。叮。大宝玉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岩飞龙的宝玉，哎。看一下哦。怕你们热，喝一下冷饮。嘎啦嘎啦。嘎啦嘎啦。各位没有，哎、欸、有一根那个一根互相给的根，追加报酬一根，
没有脚哎、欸。哇！再打，我还缺两根。总共要几根啊？我好像要三根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刚做什么东西？好像是腰。哇！我确认一下。哦，不对，要两根，那我还要再打一根。哎，没有，一根就好了，那我可以做。原非腰吗？伽马还贝塔？贝塔。嗯。那我可以做了。那是不是没有在打阿佩？你说贝塔？嗯。我不需要他阿法的爆破伤害啊。帝王碎龙，嗯，妍飞在哪？哦，皇后。哎、欸，皇后。对呀，我有一个钢脚，我什么都拿到了。那还要打吗？都可以啊。对，多打几场，多打几根起来。可以啊。啊，你那个妍飞另外一套会坐哪个位置啊？我是坐熊。头要两个脚哎、欸，还没有没有做到头还没看。嗯，可是元妃要三件套才有几亿耶、欸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准备几亿、欸，而不是你说的那个突破上限哎、欸。哦，他没有突破上限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对啊。因为以前的妍飞是突破上限啊，现在可能新的我不知道。对啊，以前是两件突破上限啊，所以他现在变几件。但没关系啊，我要的是他的那个广域化。好，我也决你做。啊，白痴，我做什么？一样也是贝塔吗？都是贝塔。好。好了，可以 go go。更变道具。太酷了吧！好了，饭吃完了。住址之后再弄，先存起来。好，我来的。哎、欸，我接待员怎么变成猫咪装啊？我要怎么换掉啊？是要回小屋？要回小屋。哦。吓死我！训练场有办法骑乘吗？有啊，你要那个问那个，让他改变设备还是什么的。第一个，嗯，要改变设备。然后有车的那个，对。哦，你说骑乘啊？不行，只能飞翔爪而已，不能骑乘。你是想试试看那个吗？骑乘变成飞翔爪、啊，你去找大胸彩龙啊。干嘛？这是我们的好伙伴，没有，没错，那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大胸彩龙。
我还没吃饭，还没吃饭，我吃个饭。觉得吃御神签非常的棒，刚拿到的一个。我刚没吃哎、欸。我不管。心理作用，那只是破坏脚的奖励而已，不要骗自己了。因为手铐给我一点希望。没有。在你怀疑我不会飞扑的时候，淡然无存。淡然。缺二。哦，你们在七是不是？你们在一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过去啊。啊，他们该过来吧。看，啊，不开麦讲话的。好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哎、啊欸，我龙在这边没道理是我。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两个都不讲话啊。龙在试怕。啊，你进去帐篷好，你慢慢搭帐篷。打完就可以顶帐篷了。好了。捡石头。哇，这是吸引大的效果吧？哎、欸、，nice，nice，nice， 你可不可以帮忙？我去找一下。哎、欸，等啊，我好像这边有水球罐的。为什么掉了五？我捡到大宝玉啊！我掉了五，捡到土龙大宝玉。哇！你该会挂好。会挂。啊！看了一下右手边，很奇怪。那会不会刚好捡到钢胶呢？龙命宝，看到吗？大龙宝，可以再撞啊！啊！哇，中老鼠！我来冲！我打麻蛋了，杰超，还是你要先睡？你不讲话了，太快没开麦哦。哎呀，哎，妈，
好好好，哦，好的，我没那种。哇，没打进去，靠北。讲的鸳鸯拍三次，拍的是什么？就可以撞了。不行，他是雷而已。哇，是雷而已。嗯。这状态骗我。屁的！啊？什么屁的？哎，躲到了。对啊，我才屁呀！你瞧我捡的石头，你跟我屁的，我怎么了？哇，这什么树？哇，面。好。哇！又被你救了一命。他又想跑了吗？不知道怎么又下来。他想吐大。想
突打。他干嘛？别超想试着拉线啊！失败。你就暴力接近吗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好，对不起。我好险没事。怎么了？暴力接近他的粉尘够的话，他会开的。哦，没关系啊。来点刺激的嘛，过年的。对吗？没事。好的。这招，小招是不痛，小招，这是小招，扇形的。我很想说，怎么他开大那么频繁？真的想喷哦！被封门啦！我打打明弹了，杰超应该在两发就是了。哦，血哦血！哎，对。嗯？谁？靠你们了。啊，还在我。脸是潮，我的仔。啊，我休息了。好，恭喜你白等。恭喜你白等，明天就可以来刷巨魔。明天？还是明天不在？你说初二吗？明天？今天初一。对啊。今天初一，初一应该还好，初二比较不行。你又不用回娘家啊，我要跟我妈去啊。没有要守岁啦，等下就关了。就跟我妈去啊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全家一起回我妈娘家。可是你现在不是就在你奶奶家吗？啊，我妈的妈另外一边哦。那好，妈妈的妈妈妈。拜拜。拜拜。妈，拜拜。你节操怎么站那么远？妈，不知道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看错了。我想说你被丢在那个面积容生效的地方。那个，好，酱油高冲了，我们冲。好冲冲，我大爷冲！这里。切。中啦！水啦！顺带一提，他晃眼啦！水啦！他不让我骑啊，为什么？人太多是不是？他喜欢偷偷来。撞你啦！
这边还有一根啦。然后翅膀可以捏。哎、啊欸、，nice！ 你不要走那么远。OK。OK。好好，我趴一下，我趴一下。哇，你怎么没什么事的感觉、啊？谁？你啊？我就是说，我就是说我这样子的啊。好爽哦！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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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可以，他一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被撞了。没了，没了。在我手上这个星辰肉干准备咬下去的瞬间，我就知道星辰肉干凉了。哇！我一个锤子，哦，好爽！还敢劈呀、啊，拿太太，太太。太太，你的脚有点漂亮。哦、好硬哦！每次都跑到我的反方向啊，太太。他喜欢背对着你，这个就不好意思说了。人妻杀手。人妻杀手哟！他真的是师奶呢。哎、欸，好高。敢不敢下来啊？哎、欸，灭龙弹，灭龙弹。原来是你啊、喔！我想要怎么举起来？然后来。他，你干什么？又回去了。好，让他走，让他走。但玩到死。真的假的？好啊，你要玩吗？我只是试试看而已。啊，没石头了，捡个，捡个。那是不屑这个矿，太回头了。不屑。怕你们热，再喝一罐。爆速，那一，准备，好，一二三，雷爆，你转去哪里？哎呦，他到墙壁了，可以，这个可以撞。那边我们过了去吗？不是，过来这吧，过来这吧，我狂嗑药，不是这个啦，谁撞？两个人，他不喜欢两个人吗？还没生气，还没生气都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体力啊、哦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、欸。他又转出来了，请面对墙壁，请让他面对墙壁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好吧。破了！破了！没事，不动一桩。
啦，越打越顺哎，这一只。感觉可以去挑战巨魔的力战烟杯。哪？来啊！哎、啊，哦，我们有人有。没有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皇帝皇帝五的玩家。我是准备要去升皇帝啦。我皇帝五啊！哇，你是不会早点说话吗？你可以先把你的面先吐掉。可是皇帝五能吗？可以啊，还是可以哦。古龙要六啊，我有丁选啊，你看一下。我帮你盯选那个，直接帮他冲六啊，反正打一打就六。全区力战古龙要七的呢。那不行了。帮你冲啊！帮你冲啊！哦，可以啊。好啊，不睡喽。OK 啊。然后节操，我是啊，节操是不是要上班？明天要早起。对啊，你如果累的先睡吧，感谢你。先打。有一个钢脚，两个钢脚，哦，两个钢脚，两个。我的姿势很性感哦，虽然全身都黑的，丑死了。我想想，剩我们三个的话，要解自由吗？说可以啊。还是要打那个友情票，对啊，来啊！我的狩猎锤越来越强了，那。北京哦，我想说谁打字 ？This way 啊，晚点再来跟你讨太刀金火太，你接？我接吗？我的山调查。今天刚不是下午，不是，就是我跟猫自己去打那个桶，都快气死了。有感受到你的愤怒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骷髅了，我都已经放陷阱了，然后也丢了第一颗，可是第二颗不知道被谁把我给撞掉还是怎样的，啊，好像是龙把我拍掉，然后我就跟猫自己说。哎、欸，拆一颗，拆一颗。那猫自己就是钩爪骑着他手上，说他黏着手下不来。我说屁啦，明明空白就可以下来。然后就死了。死了之后嘞，他们好像都没带地洞陷阱，全部都麻痹陷阱。然后那个就是超电状态。那就大概有两分钟吧。然后就是他没有被抓，也没有死。然后那个明波龙下不来。要打友情那一个，我还可以打个一两。要嘛。来啊，多一个人也好啊。对啊，我真的不太想跟路人玩。我宁愿我们三个打，我也不要多加那一个路。快快快，我们速刷，不要让节操太累。啊，节操累哦。水哟，我要来喝魔爪。而且我弟说什么魔爪喝太多会蛀牙，我说白痴哦，当然会蛀牙，你不刷牙当然会蛀牙。我说你拔牙吃太多也会蛀牙，不管什么太多都会蛀牙。对啊，哟，哥哥。哦、怎么了？我想说，我怎么有两个重复的珠子，明明血一样的，
个二等，一个三。对啊。Okay, 就个哀哀。你要不要走？节操不能等你、欸。好气，我都好气。要催我。节操明天要上班呢、欸。心脏痛。要去过桥。哈？过贵点。什么东西？那个。你声音大声一点点。贵点了。哦哦哦哦哦。好。啊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。我是前天的事哎、欸，天啊，我们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没有，我们通常都会在过年的时候去。哎，我们容易丢包。我们在这里。哎，我想说，我听错了，还真的是。哦。哎、欸，我感觉我的硬化药跟鬼人药在冰原狂嗑哎、欸。我的也是啊。大。哦、我是刻一般的玩的，开打吗？开吧。就是没有石头。Nice。对。有啊有啊，这边有光胎、哎。我看到光胎，我看到光胎。可撞。还敢插？快点，我们先软尾巴。我们先软尾巴。我软。好好好。尾巴我专业的。哦，吃好慢，我的天啊！叫叫海文，海文，还可以再撞一枪 ，nice。啊呜！哎、欸，叫什么？哇，一来就开！啊，我以为他陷下去了、欸。先切到，咦，拔刀居合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，明天，明天不上班了。我一直被你们戳，我想补血。不行，对。他妈已经装耐冲了，有结果有你们三个的武器刚好都是。屁呀、啊！我太刀的那个回旋斩，然后那个斩吉普的那个斩，跟奈斯的那个大回旋敲，我的耐冲都无效，我直接被打成这样。尾巴在空中断掉、欸，错、啊。
琐碎团还在打。没错，就是琐碎团。哇，捡到贯通弹。玩到 Q 啦，气死！哎、欸，我把你断了。嗯，你刚没挖、啊？我挖了，我挖了。哦，我是在戳他身上，我才想到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又掉下来了？没体力吧？没有，耐力还有一半。哦。我算格挡到、欸、好爽、喔、感谢哦嘎我说我要挡，不是我干，相信我，阴太近了。我滚！啊呜！杀分！哇！杀分杀分！他是火爆玩跳吗？是。他家也不在那里啊。哭啊！哭啊！我希望我会飞哦。我会飞，我要飞，我会飞。太神啦！太神啦！
错。怕毒，怕爆破，怕火，怕龙，更变装备。嗯 ，HTT 嘞？我在这边，怎么？在哪里？你的正上方。我不在下面打吗？对啊，上来看有没有小蓝哥。消失了。它出现了，天气变乱了。不来哦，来啦，他没那么快到你那边啊。你快过来，我才帮你吃东西啊。再来，我在路上了。他是不是回他家啦？他会先飞到平台，然后绕回他家。你猜猜我手上这个投掷物是什么？大便。看到没有？干嘛？光拍啊！你为什么在射我？你为什么在？不要乱飞好了，可以，我可以一物一物飞到兽产那个兔猫咪旁边，来啦！欸制造蜻蜓大军。你中。他不转过来，我没办法。
面这边。白痴哦、喔欸！他突然转弯。对啊。没办法，算你衰。